紫藤萝瀑布，宗浦。从未见过开得这样盛的藤萝，只见一片辉煌的淡紫色，像一条瀑布从空中垂下，不见其发端，也不见其终极，只是深深浅浅的紫，仿佛在流动，在欢笑，在不停地生长。紫色的大条幅上泛着点点荧光，就像迸溅的水花。我抚摸了一下那小小的紫色的花舱，那里装满生命的酒酿，它张满了帆，在这闪光的花的河流上航行。它是万花中的一朵，也正是一朵一朵花，组成了万花灿烂的流动的瀑布。大家好，我是刘涛，在色彩斑斓的夏天，愿你的心情如夏日般明媚。